满口爆汁。嗯，家人们啊，晚上好，咱吃一个杨桃，咱吃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先挑这种黄的吃啊，并且呢，把这五个射线都给它刮掉啊。像咱做身材管理、体重管理的朋友啊，咱可以放心去吃啊。这个呢是低糖的一款水果，厂家呢是23.9给大家发3斤啊，主播这边还能给大家挂一张3块钱的优惠券啊，咱领券去下单更加划算。看一下这个小颜色啊，都特别有食欲。嗯，满口爆汁。嗯。嗯，这杨桃呢，除了有平常水果的香甜啊，还有它独有的一种味道啊，特别好吃。嗯，下面啊，领券去下单，直接20.9，到手是足足3斤啊，跳楼价嘎嘎合适。